车子要退还我们，我们才有钱好坐车，我们钱已经给你们了。气得在车上大骂，台湾游客遭到泰国导游丢包，因为突然被要求加价，形同勒索。破网抱怨才发现受害者不止一位，在泰国旅游败兴而归，有不少前车之鉴，功课要做才不会踩到地雷。如果你不小心拜到阴庙的话呢，经常听说会有受降头。我有一个朋友当管理员，就是去回来之后呢，莫名其妙身上就多了很多那个类似被种草莓这样子，没有换小慧的房间，奇怪了，隔天要刷牙，那个牙刷呢？臭流香，臭流香呢？后来问到才知道，被那个服务人员拿去刷马桶。不要用红笔签名，不要乱玩牌，不要乱拜庙，不要乱抽烟。泰国观光行程几乎与寺庙脱不了干系，但不止衣着得要注意，拜拜以及拍摄佛像都得小心。平常卖酒时间也有设限，当地民情要多了解，毕竟出国不比在国内。泰国虽然信佛，不少人个性还是很冲动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